求沉浸式体验，开枪没有后坐力，哪来的真实感受？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奔腾的感觉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椅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